下去，就怕你们家谁。哎，快点，哎，你老百姓啊！哎，看，啊吼！啊吼！我被盖到火锅了。天下齐民，走！呼！来！来！来！大家做完的人前面去帮助他，走！欢迎！Okay, she goes, okay.
Seems off.
这个跷跷板一样，你跳我跳，右脚翻正。大家好，我是迪康的 Rick， 很高兴这次可以跟人体学院一起合作这次的讲习，然后可以让更多教练认识到我们的器材，然后也很开心参加这两天的培训。这样培训真的很累，可是吸收非常多，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参加这个 Bootcamp。 嗨，我是 EZ，就是参加这个 boot camp 活动，就是其实收获很多。原本以为只是来训练而已，然后就是想说，应该就是轻轻松松过两天，但没想到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所有的部位的肌肉，然后也学到说，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带一个团课，然后怎么样去教导。去训练别人，让别人能够跟我们一起成长，对。然后这两天收获真的非常多，然后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好，大家好，我是跑创运动的 Neil 教练，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一次的 Boot Camp。那之前就听到有关 Ken 教官关于大家2017年的时候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感觉是非常的军事化且有热情，其实会有点感觉过于严肃了。那但是实际上来参加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于学员的训练这个重点抓得非常的深入。那不仅是在于内心，而且是在于我们脑袋如何去关心学员，是用心理的状态，而且是看他动作是否标准的情况下，做一个两者都兼顾的一个教育，然后协助他一个长远的训练规划。我觉得对于教练来讲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能力，而且Ken 教官又有很多的训练热忱在里面，所以让我学习到就是身为一个教官，他必须要有教学的方式，而且要关心学员的方法，再用对方法才能让学员成长。对，那这次很高兴受到邀约，可以来参加跑创运来参加这次的活动。那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谢谢。我觉得 Boot Camp体适能超棒的，我觉得不管是 trainer 或是教练，或是你不是在这个产业，但是你喜欢运动的人，我都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得到很好的回馈。我觉得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棒，那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那成为我们 Bootcamp 的一员。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郑百成 Robert。那我很喜欢这个 Boot Camp 那个 Ken 老师的心理层面教导那一块，让我受益最多就是这一块。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可以参与的一个课程。耶！大家好，我们是仁德姐妹花，从台南仁德远道而来参加 Boot Camp 课程的林杰。嗨，大家好，我是 Villa 教练。那你觉得你会推荐这个课程给你的同事吗？我蛮推荐给很多的私人教练的，尤其是有在带团课程教练，因为这堂课有蛮多团课的技巧，尤其是因为老师他有戏剧的背景，所以他把很多在舞台剧上面的一些口令啊，或者是走位等等的逻辑放到课堂里面。那就是除了动作技巧之外，他很多的是情绪的或者是心理方面的激励，对的引导，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在一般的证照课程里面比较少的，因为比较多会去讲到理论啊，或者是学科，还是说动作技术上面比较少会去讲到这种怎么说。那你会想要参加 Level 3吗？因为你现在一跟二都成功取得证照了，你会想要参加 Level 3？ 会想，然后现在就是变成好像会有一个目标，必须要去拍影片，然后是准备作业才能去上 Level 3这样。对，所以会想啊，只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这两天的这档
两天的同学，如果说有一个可能社群啊，大家可以一起做的话，我觉得或许 Level Three 开课的时间会更早。嗯，对，好，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 Level Three 可以再看到 Villa 从南部到而来， yeah. 谢谢。大家好，我是景寿，我是 IR 跑创团队负责胡林的激励的教练。那这次很高兴人体极限能举办这个活动，让我们来参加。那一开始我对 Bootcamp 或是士官长印象就是，从影片上得知，就是觉得他动作很累啊，然后大家都是乱吼乱叫。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是有一套系统性的东西在运作，尤其是第二天的一个 Level Two 的一个培训。其实从头到脚，还有包含他所强调一个心理部分，都让我怎么讲，很惊艳。因为就是现在强调都是，如果是生理部分的话，他有特别强调出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个培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对以后这个部分，这两天的课程对我以后的一个自己安排课程或带学生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跟表现。谢谢。Hello, I'm Sergeant Ken.I'm extremely excited to have just completed the Level 1 and Level 2 Bootcamp Instructor Certification courses. Here in Taiwan, they had the best example of what I would show as leaders. I am so excited to have taught here, and I cannot wait to come back. So don't miss your chance to work with Infinity Academy and get certified as well. Hooah!